圈让百道利接正涛360，接正涛飞上，黄玫瑰，这里断了，对，是有阴影，前面选手就是这里出了问题，接正涛少臂180，不要着急，正涛180，零转360，强攻翻。大欢180，直体360圈下。广西队的韦小元，刚才我们看到同样是在帕克空翻这个动作上他断了，就是本来他应该，其实这个连接本来是很难的，他由高到低的换杠以后再换回高杠上去，但是因为前面的周瑞宇就是这个动作出了问题，所以我想可能对他多少，就回访中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所以对他多少是有点影响的。对，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他在完成动作场下的他的那些伙伴喊的是什么。一般都会比如给他喊一些主要的这个动作要领，就是重点的几个，比如说沉浪啊、多沉呐、这些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也是对他的一个提醒的同时，也是给他在也会给他喊加油，因为我们可以从他这个整套动作来。